匕首功，创意编绳耳环。45厘米的线穿过耳钩两边的线对称，编一个右斜卷结。拿20厘米的线以斜卷结的方式挂上去。左边共挂三根。看向右边，拿20厘米的线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。挂三根线，编一个平结。左边的第一条线做轴线，第二至四条做绕线，编左斜卷结。右边的第一条线做轴线，第二至四条做绕线，编右斜卷结。编右斜卷结。左边的第三条线做绕线，第四条线做轴线，编右斜卷结。右边的第三条线做绕线，第四条线做轴线，编左斜卷结。串上珠子，编左斜卷结。编右斜卷结。编右斜卷结。编八个雀头结。右边的也是八个雀头结，左边的第四条线做轴线，左边的一至三条线编右斜卷结。右边的第四条线做轴线，右边的一至三条线编左斜卷结。编一个平结。
右边的第一条做轴线，第二至四围绕线边用斜卷结。左边的第一条做轴线，第二至四围绕线边左斜卷结。边右斜卷结。剪去线头并稍粘好。下期再见。